马上呢是混双的决赛，如果打好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能够获得很好的成绩。其实呢，这种东西一般包连包装包好以后有多重？一。That I was the one, but one of us is right.